请掀开讲义第八面，第八面，从第十段看起，第十，庄严光明功德成就，既言佛慧明净日，除世痴暗明。这个地方所说的光明，是指西方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象都放光明，是彼土光明，从如来智慧报起。这是说明西方世界这个一正庄严都是阿弥陀佛愿力变现出来的，十方往生的这些大众们是以清净的念力，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信愿持名，以这样的功德庄严西方净土，这个世界是这么来的。所以没有一物不放光啊，处置这无明黑暗终必消除。西方世界是个光明世界啊，因为它人也放光，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无需要日月灯明啊，这不需要这个，所以是光明世界，也没有夜晚啊。我们这个世界有白天有夜晚，西方世界没有啊，没有夜晚。所以光的作用呢，不是对黑暗的，这个作用啊，是对一切众生的无明烦恼啊，接触这个光明啊，无明烦恼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渐渐呢就消除了。光非慧，光明非慧，这个断烦恼啊，破无明是要智慧。依报的光明不是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作用，就是能断烦恼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如果要是追究它的原因，前面说过了，是从如来智慧报起，这个如来是指的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智慧变现出来这样的境界，所以它的作用啊，跟一般光明不一样。第十一，庄严妙身功德成就啊，这是因身。西方世界六尘说法，所以因身之妙啊，也不可思议。既言凡身物生缘，微妙闻十方。凡是清净的意思，能令一切众生听到这个音声呢，他不生烦恼，
生染浊而得身心清净，那么这种因称之为梵因。经眼，我们翻过来看啊，经眼，若人但闻彼土清净安乐，刻念愿生呢，亦得往生，即如镇定句。此是故土名字为佛寺，安可思议。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六尘说法里头，那就那个殊胜庄严呢，就不必说了啊。单单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名称。如果有人听说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发愿求生，你看没有念阿弥陀佛了啊，只听到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啊，他就想发愿到那个地方去，也能得生啊，真真不可思议。所以何宽支持名号啊，每一天念阿弥陀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这是讲这个梵音里面的最普通的，是一般人感觉的微不足道，他也有这样的殊胜功德啊。那么西方世界种种说法的庄严，这就不必说了。第十二庄严主功德成就，即言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这个地方的主跟底下讲的眷属都是说依报，不是说的正报啊。正报在下面有两段特别来介绍啊，此地说的是依报。那么依报不是说阿弥陀佛本人，是说阿弥陀佛庄严佛土的功德啊，这主功德成就。安乐净土为正觉阿弥陀善力主持啊，这个世界它能够存在，能够永远存在，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他？我们晓得，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佛的愿力。如果不是佛的愿力，这个世界就不成为世界了啊，所以有佛的业这个愿力，再加上啊一切众生的业力，所以这两种力量啊，使这个世界能够啊继续存在。那么西方世界呢，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为主。十方世界往生的念力为主啊，所以他的世界比我们清净，比我们庄严啊。这是正觉阿弥陀，正觉就是佛啊，正觉阿弥陀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他的善力主持，这个善就是四十八愿。他的善愿之力了。若人一生安乐净土，后世
意愿生三界，教化众生，随愿得生。如果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你的慈悲心很重，常常会想到这个娑婆世界许许多多受苦的众生，想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心里面就不忍了，总希望回来教化众生，希望回来度脱这些众生。你能不能满愿呢？能，随愿得生。你随时可以到娑婆世界来，实实在在说，你到娑婆世界来呀，并不是你已经离开极乐世界了。你没有离开极乐世界，人呢到娑婆世界来了，那怎么来的呢？化身来的。所以生到西方世界，这一生到那个地方就有这个能力，就像佛祖一样，千百亿化身，到那个地方就有这个能力。所以不仅是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化身去，这种能力、智慧、神通、道力，都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虽生三界，杂生水火中，无上菩提种子毕竟不朽。你虽然又回到这个三界六道轮回来了，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一定是跟众生视线同样的身份，这才能度脱众生。要教化人，佛菩萨要现人身才能教化人。如果要教化畜生，他要现畜生身，才能度畜生。人跟畜生讲经说法讲不通的，一定要现畜生身。如果去度恶鬼呢，那要现恶鬼身。我们台湾这个佛寺很多，你看放焰口，放焰口的时候，焰口台对面用纸做一个浇面大师，这个住的鬼王浇面大师在焰口台的对面，青面獠牙了，那个形状很可怕了。那是什么人呢？那是观世音菩萨在恶鬼道里面现的鬼身度化众生，所以诸佛菩萨在哪一道就现哪一道的身，一定要现同类身才能够度脱众生。那么这样他入了六道了，他会不会在六道里面受这些苦难呢？给主说不会，不会受苦。他那个受苦是表演给我们看的，不是真的受苦，真的受苦那他就退转了，他没有退转，他是在表演，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其实他心清净，心平等，所以无上菩提种子他不会退转的，何以故呢？为什么呢？已经正觉阿弥陀善住持故，这就是法王善住持，这个法王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保佑他，虽然他还没有证得无上菩提，他能够
跟大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呢化现什么样的身份。这是非常不可思议。就是弥陀这个善住持的力量。这个就是庄严主功德成就。庄严眷属功德成就，即言如来净化众正觉化化身。凡是杂生世界，除了西方世界之外，可以说十方诸佛刹土都是杂生世界。为什么呢？他这个世界他有十法界，有六道，有十法界有六道就是杂生，鉴别跟西方世界不同，西方世界没有杂生，无论哪一类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普贤菩萨。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啊看得非常清楚，都是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通通是普贤菩萨，这是菩萨里面最殊胜的。说若胎若暖若湿若化，这是指出这个一般世界这一些众生的他的生态。总不出这个四大类，有胎生的、暖生的、湿生的、化生的四大类。眷属若干，苦乐万品。眷属也多，那个苦乐就更多，随他所造的业，他要受这个果报。造的善业，那就得乐的果；造作恶业呢，就得苦报。所以苦乐万品，品是品类，种类很复杂。一杂业故这是说明它的因。为什么果报这么复杂呢？造的业复杂，不但每个人个个不同造作这个业个个不同，很杂。就是自己一个人，我们在一生当中，在无量生中，生生世世造的业也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这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这些无论是物质享受这个精神享受，也是苦乐万品所以这个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不能不谨慎是彼安乐国土我们再看看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世界这个杂生世界不一样，说莫非是阿弥陀如来正觉净化之所化身，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四徒九品，包括边地，通通都是莲花化身。莲花从哪里来的呢？是阿弥陀佛愿力变现的这个莲花的种子是阿弥陀佛愿力变现出来的
所以正觉进化了，啊，是这样化身的。同一念佛，无别道故啊。等觉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怎么去的？信愿念佛啊，他有信心有愿，他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去往生的啊。文殊普贤都是这样往生的。下至地狱众生啊，他怎么往生的？也是信愿念阿弥陀佛往生的。无别道故啊，一个方法了，这叫因同啊。因同到西方极乐世界，果也同啊。所以我们凡夫生到西方世界，跟文殊师利菩萨啊，跟这个普贤菩萨啊，弥勒菩萨，我们都是平起平坐啊，啊，都称兄道弟，师兄弟呀，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跟在此地不一样，此地菩萨高高在上，我们是低低在下了，这差太多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平起平坐了，哎，就没有高下了。啊，你要问为什么？我们修的因相同，是果报相同。啊，圆通佛法界之内，皆为兄弟。眷属无量啊，言可思议啊，这是无量无边的同参道友啊的师兄弟，这个是眷属。庄严受用功德成就，既言爱要佛法位。禅三昧为实，西方世界这个受用啊，不仅仅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包括在其中。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饮食啊，实在说不是一个好事情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世间人贪图美味啊，《无量寿经》三十五品里面讲得很清楚。贪图美味，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升天没份，不能升天怎么办呢？下面去，到地下去，魔鬼地狱出生啊，果报在这里啊。一般人有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就如果不是很好的饮食，好像对自己身体健康就有妨碍。哎，殊不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尤其吃东西要挑拣，每一餐都要换口味，叫造业呀。啊，真的身体健康吗？不见得。啊，得奇奇怪怪病。啊，得短命果报的多得很啊。啊，为什么不仔细看清楚？啊，牛羊吃青草，天天吃青草，从来他也没觉得吃厌倦过啊，身体健康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最
健康的饮食就是最简单的饮食，这是真正健康的。而且饮食只是能量的补充啊，这个身体它动作啊，身体真的是一部机器啊，它要运动，运动啊要有能量推动它啊。我们这个汽车会走，要加油啊，不加油它就走不动了啊。我们这个饮食是能量的补充。那个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也要清楚。啊，我这个30年前呢，在台中跟李老师在一起，啊，李老师一天吃一餐，啊，他从30几岁学佛就开始吃一餐，一直保持住。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学他，一天也吃一餐。我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吃一餐吃了8个月了。他吓了一跳，啊，吃8个月了。他说怎么样，身体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没有什么奇怪的样子。他把桌子一拍，好，你永远就这样下去。饮食简单的生活简单，不求人的。啊，我们生活费用很少，不求人的。可是我一天吃一餐呢，比他吃的多。啊，他那个时候一天只要2块钱，我一天一定要吃3块钱。啊，我吃的量比他多。啊，所以学他那个样子就学不来了，就没法子，他的功夫比我高啊。在这个地方呢，我发现了一个道理，啊，我跟李老师报告，我说我发现了，能量的消耗啊，90%以上消耗在妄念上，所以人打妄想不得了，那个消耗量就太大了。如果人要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工作量再大了，消耗还是很少。李老师的工作量很大，每一天要开会应付客人，还要上课，还要讲经，还要教学，还要给人看病啊，他的这个工作量很大，但是他的饮食很少啊。所以我们从这里证实，这个能量的消耗啊，95%在妄想上啊。因此世尊当年在世僧团里面日中一食够了啊，出家人烦恼轻，妄想少啊，一餐足够了。那么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呢7天吃一餐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所以7天呢补充一点呢他就够了啊，辟支佛了，定功就更高了，半个月出来脱一次钵，吃一餐，啊，这个圆觉也叫独觉，啊，半个月吃一餐，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健康的饮食简单，啊，所以我们吃素的人，青菜豆腐足够了。哎，足够了，哎，生活简单，健康，你看这个都市的人都讲求营养啊，可是病很多，痛苦很多，寿命不长。中国大陆啊，那个乡下人呢，没得吃啊，也没得好的穿，生活苦得不得了，可是个个长寿，寿命都很长，都很健康啊。所以外国有许多学者到中国大陆去调查，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检查他们这个吃的东西，
在一般人讲简直都没有营养，但是人家健康长寿啊，所以可惜那个外国人检查的人没有学佛，学佛他就知道了，他就明白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饮食不要了，不需要这个东西了，怎样维持这个生命呢？禅悦为师，哦，这个东西高明了。永远不会枯竭的呀，禅悦法喜充满了。我们中国俗话也常讲，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一遇到欢喜的事情，哦，精神都起来了啊，那就是最丰富的养分啊。所以西方世界的每一个人法喜充满，禅悦啊，禅里面喜悦，这是法味呀。这个东西滋养身份，滋养这个身体，所以他这个身体是金刚不坏身的。我们这个事情，高等的凡夫，色界天、无色界天也不需要饮食。这个欲界里面五欲，财、色、名食，食就是饮食，睡眠，这五样东西色界天人都没有了，他都不需要了。色界天人不需要睡眠啊，他永远不会疲倦，他不需要饮食啊，他也不需要财物，他什么都不需要啊。那么可惜的呢，就是他不能维持长久，不像西方世界，西方世界这个境界是永久的啊，是无量寿的。色界跟无色界天人呢都有寿命啊，不是永远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对饮食就不会贪着了啊，而生活越简单越容易啊，也节省时间，也节省精力啊，使我们的心呢能常住在道上啊，这样就好。不食而自命，盖所知者有矣也。不需要饮食能够维持生命，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在啊。这底下一句就是盖所有所知有，就是它一定有个道理在啊。什么道理呢？岂不是如来满本愿乎？表佛愿为我命，言可思议啊。西方世界佛为我们说法，六尘说法啊，佛法就是最好的营养啊，何况佛的本愿功德所显示的一真庄严啊，是我们得到了这是金刚不坏身啊。真实的无量寿啊。再看下面第十五段，无住难功德成就，即因永离身心恼，
爱乐常无间，这就是行施极乐世界。今天身为苦气，心为恼断，这是佛说的。佛教没到中国来，我们中国老子也有相同的感触。老子说，吾有大患，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呢？为吾有身，因为我有个身体，这是最大的忧患，跟这个意思是相同的。你有身就苦了，身你看要吃要穿，要小心翼翼地去照顾它，受了一点风寒就感冒了，就吃苦了，所以对这个身呢，常常那个心要关心这个身体，时时刻刻要照顾它，苦苦死了，这是个苦气呀，何况这个身呢还要造业，那更可怕了。心为恼端，恼是烦恼，忧虑烦恼，因为你有心，你没有心，那你忧虑烦恼就没有了。这个心是妄心，真心里面没有，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妄心，妄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个妄心叫生灭心，这是烦恼的根源。这个端就是端源的根源。而别有身有心，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身，他也有心，身心都具足，而受乐无间的安可思议，西方世界的人有身有心，身也受乐，是心也受乐，他那个受乐没有间断的，不像我们真的是忧悲苦恼无有间断的，苦无间断，那个地方是没有苦，乐无间断，为什么他受乐？前面十四条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总共十七条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般的状况，所以这个世界叫极乐，没有苦的缘，换一句话说，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决定不会让你生起忧悲苦恼的念头，这个念头生不起来，所以他就落了。底下一段，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这个大义就是大乘之意。既言大乘善根基，等无积贤名。女人即根缺，二乘种不生。这一段里面，在上卷偈颂里面，谭鸾菩萨的注解说得详细，这个地方呢省略掉了，把前面合起来看呢，那个意思就非常的圆满。主要是解释平等没有积贤之名，女人及根缺二乘，这个都是积贤之名，不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啊，为什么说她是女人呢？就说这个人呢比较软弱，没有丈夫气概。哎，笑话你，你看就像个女人，是不是？这是嫉贤之名。其实呢，她不是。啊，这个根学也是的。那眼睛你有眼睛啊，可是你虽然有眼睛，你看似看不清楚。眼睛瞎，你眼睛瞎了，啊，你没看清楚啊，啊，这叫嫉贤之名。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女人有根学啊，有这个二乘的种不生，所以这是属于嫉贤之名。这个解释啊，使我们对于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意思完全明了啊，对真相完全明了了啊。极乐这个净土果报平等一向，而愿生者本自三三之品的，这个三三就是九品啊，本来是九品，九品往生没错的，可是那个九品的相呢，你看不出来，是经五一二之书啊。严可思议啊，这个就是大乘最殊胜的义理，在西方极乐世界显露出来了啊，西方世界变成事实了。这个里面怕大家了有疑惑啊，不能不多说几句。如果就自分上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分这个能力来讲呢，四徒三杯九品这个界限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正如同像我们这个世间人每个人所造的业啊，善业恶业，我们的果报决定不平等啊，在这个社会我们地位不平等，我们生活的这个果报不平等啊，有人富有有人贫穷啊，这个什么原因呢？是业力不平等啊，所以事实有这个善业的得善果，恶业的得恶报，财富也不例外，财富这个果报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过去生中的财布施，你修的这个因，你过去修的这个因多，这一生呢，你得的果就多，你得的财富就多。你过去修的少，那你这一生得到的就少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纵然贫穷我们也不会怨天尤人，晓得我过去生中没修吧，他修了吧，他修他得的是，这是应该的，我没修怎么会得到，不可能嘛！所以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啊，一定要修啊。啊，这个叫自分果报不相同。啊，可是假如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慈善家，有大福报的人，你居住住在这个地方啊，他造了许许多多房子。啊，通通都一样的，非常豪华，你来了都送给你住，那么你这个生活好像显得平等啊，这个平等从哪的？是别人送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如此，我们自分呢有四徒三杯九品，但是佛呢通通布施给你啊，住的一样，穿的一样，吃的一样，样样都一样，连这个相貌都一样，
这是阿弥陀佛布施给你的，所以这个平等法界是这么来的，不是你自己能力，不是你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就像一个我们世间大富长在家里，那个儿子到他家里投生做他的儿子，那儿子没有能力为什么也住那么豪华的房屋出门也有高级轿车呢？那是他爸爸的呀，不是他的呀，是他爸爸那个福报啊，他在那里享受啊，这么个道理。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说实在话，我们业障很重，待业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变成阿弥陀佛的儿子啊。这爸爸有福报，通通享他的福，享现成的，不要修，都享现成的，就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这是本则三三之品的，今无一二之殊，这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到西方世界，一切的受用跟阿弥陀佛相同，平等的啊。所以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难信之法了啊！不但我们一般人不相信，多少菩萨声闻缘觉，你给他讲，他都摇头，没这个道理，没听说过啊，没这个道理啊，不晓得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加持给大家。幕后这一条，庄严一切所求满足。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一句话也是真的。那么你求不到啊，有很多人求没有感应，那是什么原因呢？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张家大师告诉我，他说有求必应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看求成佛求往生都能求得到，这是大事啊。这个世间里面这些名闻利养，那鸡毛蒜皮啊，小事啊，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呢？没有一样求不到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你的求啊不如理不如法，就是你在理论上错误，方法上错误，那你就求不到。那理论方法都没有错误，求的时候求不到的，就是业障太重了，你有障碍。你能把业障消除，你所求的它就会应，有求必应呐。这个话了，不少年了，我是26岁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就依他老人家的这个教诲认真修学。看我这一生当中证明了这一句话，有求必应我这个求愿从来没有一次是失望的，没有但是感应时间长短有的很快就满愿了，有的要等好多个月等到半年才感应的，这个时间是有的但是决定有感应这是有求必应。既众生所愿落一切能满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求愿立刻就圆满。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不像我们这里还要自己去消业障那个地方不需要消业障，阿弥陀佛威神帮助你这个有愿立刻就能得到。彼国人天，人天就是说明待业往生的，烦恼一品还没有断的，像我们这样去往生的人，若于愿往他方世界
无量佛刹，供养诸佛菩萨，即所需供养之具，无不成愿。这是举一个那个愿大的，见佛这个不是容易事情。一般人见不到佛，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见不到佛，只有化身大士想见佛的时候可以见得到，不是化身大士想见佛见不到啊，何况凡六道凡夫啊，哪有那么容易见佛啊？西方世界的人想到他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不是见一尊佛了，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佛我通通都要见通通都要去礼拜供养听佛说法，这个愿大了，没有比这个愿更大了。那么到去到佛那个地方去，总还要带一点礼物去供养这不能空手去所以要带供养具，所需供养之具你带什么东西去供养佛经上常常举的例子床幡宝盖香花，这都供佛之具到那去庄严道场去供佛。你所想要供养佛的这些礼物随心所欲，无不成愿你想什么就现什么同时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诸位想想，如果不能分身，你怎么能变供？你晓得你有能分多少身吗？佛无量无边，你这个分身就无量无边了，不止千百亿千百亿那个数量太小太小了。所以到达西方世界，我们就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天天去供佛，供佛时修福那个福报多大。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所以很容易就圆满，圆满就成佛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容易，时间很短，不要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他修福修慧这个缘太殊胜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很快的福慧就圆满了福慧满了就是二足尊皈依佛二足尊佛满足了，慧满足了，这就成佛了。这是举这一条最不可思议的这个愿都能够满，那其他那个小的愿呢，那就不必说了那太容易了。又于相于过生，修短自在，随愿皆得。这是第二个又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想到这个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去示现，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示现这个身相住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自在，修就是长，寿命长，短就是寿命短，他寿命是自在的，是愿力主持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寿命是业力主持寿命到了不能不死这佛菩萨示现的他没有寿命，他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什么时候想去他就可以去得了，生死自在，
我们是生死不自在。迷惑颠倒啊，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死也不晓得到哪里去。迷惑颠倒，这就苦，就可怜了。这个西方世界的人，道家慈航到这个世间来实心，他知道他从哪来，他从极乐世界来的。到这来干什么事情，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来度化众生的。度化众生事做完了，他喜欢走就走了，所以得大自在啊。未解自在之味，儿童自在之用，焉可思议。说在家像我们这些人往生的，有没有得知这个自在味的？没有。自在味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得自在，七地菩萨还有退转呢，不自在，八地以上才自在。我们是凡夫，与八地菩萨距离太远太远了，可是生到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威神一加持，我们就那个能力、智慧、能力、神通跟八地菩萨没有两样所以这是很不可思议那么到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十七种这种类十七类，把西方医道的环境这是举出十七类，这十七类的庄严功德成就就简单介绍到此地我们看了西方世界的状况，仔细想一想看，我们应不应该去跟这个世界做一个明确的比较，这个世界我们还要不要再住下去西方世界真的去得了啊，人人都去得了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去肯去的话就没有一个去不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世心自利利他，彼净土功德无量，非为十七种也这是总结实在讲西方极乐世界庄严成就是无量无边的，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没有人能够说得尽菩萨在此地为我们介绍把它归纳成十七类，特别告诉我们不止这十七类，无量无边这是这举几个例子而已。虽也利他，自利之意并然可知丙是清楚，是心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里面真实的利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底下有一段叫若地业一地，彼无量寿佛国土庄严，地业异地妙境界下，十六句及一句次第说应知。这一段我们留在后面再讲后面呢第十七面第29段略说入一法句，这个一段里头再详细说明这个意思这是从理论上讲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真实
不可思议。与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完全相同。所以古德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文华严，这个话说的这非常有道理啊！你把这个意思搞清楚了，你就能够深信不疑。那么这是总说西方医报的环境啊，就是一般的生活状况。下面呢，这是入第二个大段，介绍正报啊。正报是人啊，前面是讲生活环境，现在要介绍人事环境。人事环境里面分两段，第一段呢介绍老师啊，导师阿弥陀佛；第二段呢介绍同学，就是菩萨啊。所以这个小科里头啊，一观佛，二观菩萨，菩萨是我们的同学伴侣。那么西方世界除这两种没有第三种人啊，所以他清净，他不杂了啊，不像他方世界有这个菩萨，有声闻，有缘觉，有六道众生，西方世界没有啊。菩萨里面还有全教菩萨、十教菩萨，种类差别多多啊。西方世界只有一个普贤菩萨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普贤菩萨。我们看第十七段，云何观佛庄严功德成就。观佛庄严功德成就者有八种相应之啊，这都用归纳。其实佛的相啊，这佛相，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也是没有法子说得出来的啊，都用归纳的方法为我们略述啊。这下面就有八种啊，从第一庄严做功德成就，到第八庄严不须做住持功德成就啊，这一共有八条。这个地方是介绍的名目啊，我们把它省掉，看底下啊，底下一条一条都为我们说出来。说何者庄严做功德成就？即言无量大宝王微妙净化台啊，这是说佛的宝座。佛的宝座啊，没有列在医报上啊，在我们一般讲呢，这是我们享受的环境啊。应该是算我们这个物质的受用啊，没有列在物质，而是列在正报上。这个意思就不一样啊。为什么说它是正报？因为这个座是阿弥陀佛愿力变现的。这个宝座妙用无穷啊！啊，这个座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不是真正的像这一个台一个座，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这个座它能放光，光中又化佛，佛又为一切众生说法啊。所以要不是它变现出来的那个座，怎么会有这么奇妙呢？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无量大宝王啊，这是说宝座啊，这个座是无量宝成就的啊，这个宝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性德的
显露啊，微妙净化台。这一段诸位如果要想知道详细一点啊，这个底下有底下这个深页，这两段第一第二，若欲观作佛身，当以观无量寿佛经啊，你在这个观无量寿十六观里面观想佛的宝座啊，观想佛身啊，观经里面讲的详细，这个地方就省略掉了啊。何者庄严深业功德成就，即言相好光一学，色相超群生啊。阿弥陀佛身相高大，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观无量寿佛经上看到，西方世界的宝树，这个七宝行树高大，佛的身相啊也高大。我们从这个比例上来看呢，你就会感觉到那是很正常的啊。从比例上看，啊，如果说树有几十由旬那么高，这个身呢，像我们这个人身这么大的样子，在比例上来讲的时候，我们比蚂蚁还小，简直变成微生物了，要用显微镜才看得见，是不是看不见？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如果我们照我们这个常识来衡量啊，它那个树在地球上，那个树会到月球都不止，啊，已经超过月球了。所以可以架一个桥到月亮上去了，啊，它的树有那么高，啊，那么由此可知，它世界之大，啊，世界大，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人的身相也大，啊，阿弥陀佛，你看经上讲的是这个六十，好像是六十亿由旬的那个。一由旬，小由旬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十里呀，啊。啊，你就想想看，这个身多高。《赞佛记》里面讲的，不好婉转无须弥呀，啊，甘露澄清似大海，你那个佛的相多大了啊！那个不好是眉毛当中啊，两根不好，旋转呢，像一个珠子一样，实际上它不是个珠子，是两根薄毫盘起来的，在这个两个眉毛当中，那个薄毫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了。所以佛的像现在我们面前，你怎么会看得见？看不见的，比地球还大。所以必须要那么大的身相，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身相跟阿弥陀佛的像一样大，所以才能见到佛啊！这个相好光一旬，这个一旬在我们中国这个度量衡里面是八尺，还不到一丈，八尺叫一旬。那八尺的光太小了。另外一个意思，这个一旬呢，是一个人把手张开呀，那么这个长度呢，就叫一旬。用这个意思来说的时候呢，就比较上好讲。阿弥陀佛的佛光，这是讲啊，身就身光，长光不是放光。阿弥陀佛平常这个身体这个光明。就一旬，所以我们现在画的佛像啊，画这个佛光，就照这个比例来画的，就是佛
两只手撑开的时候，这是光明的这个，我们现在讲佛射的啊，有这么远的距离啊，它的色相超过一切众生，不但超过一切众生，我们在经上所得到的那个真实相啊，超过一切诸佛。这释迦牟尼佛赞叹的，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可见的阿弥陀佛的色相啊，超过诸佛如来。啊，所以这个两段呢，各位要想知道详细，参考《观无量寿佛经》。何者庄严口业功德成就？即言如来微妙身，凡响闻十方。啊，这是佛的口业。佛的音声，为一切众生说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法音遍满十方世界，尽虚空遍法界。弥陀的音声没有达不到之处。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弥陀说法呢？啊，实实在在说，佛的光明遍照西方世界，妙香也是普熏，法音圆满，没有达不到的处所。因此有一些有缘的人见到佛光，闻到宝香，这个听到佛说法音声的人呢，那个大概功力要高一点啊。像历史上所记载的，天台智者大师在定中啊，听到阿弥陀佛讲《法华经》啊，是定中听到的啊。所以我们要想听这个阿弥陀佛说法的音声呢，一定要得念佛三昧啊。你念佛功夫成就，得念佛三昧了，大概你无论坐在哪个地方，想听阿弥陀佛说法，应该是听得到的啊。这个就是音声破闻。那么我们听不到的呢，心不清净，是自己本身有障碍，不是佛的光音香有障碍啊，是我们自己本身业障，这业障深重啊，见不到佛光，闻不到宝香，听不到佛法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应当要生惭愧心，要认真努力去修学啊。修学修什么呢？消业障而已啊，没有别的啊。业障消除了，我们本性里面圆满的德能自然就显现了，何况这个法门还得佛的加持啊。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我们，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加持的。
所以我常常劝勉同修啊，要专修啊，要专弘啊，决定不能夹杂。觉明妙行菩萨讲的是真好啊，这一夹杂，我们要想消除极重的业障就很难，业障不能消除就得不到感应，得不到感应这一生呢还是受业力支配，那才叫可怜呐！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能够专精依教奉行，专修专弘，得佛力加持。佛力超过我们的业力，这样一来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跟西方世界尘缘再来呀，没有两样。我们不受业力的拘束了，功夫稍稍得力一点的人也是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可以什么时候往生，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功夫稍稍得力了就行。我在台中得李老师的启示很多，当年省政府刚刚搬到中心新村不久的时候，中心新村呢有一些念佛的人，他们组织一个念佛会，请李老师每一个星期到那里去给他们讲一次，讲一次经。这个讲经的地点呢就在中心大会堂，在那里讲经。我们是李老师的长随众，他到哪里我们都跟到哪里。那么有一天呢，他在这个中心大会堂啊当众说，他说他自己，他说他有把握，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想多住几年呢也不碍事。我听到这个话了，我想他决定不是妄语，因为妄语这叫大妄语，大妄语是堕阿鼻地狱的罪业，他一定有这个本事。所以回来之后我就找周嘉玲、徐先明我们一帮同学来研究，老师有这个本事，那我们希望他常住在世间啊，不要快快的走了。那怎么样常住呢？这想来想去，请他讲华严经。所以请讲华严经啊，我们八个人发起，我是其中之一，请他讲华严经。华严经不讲完他就不好意思走了了，所以找一部大经给他讲啊。那么他讲华严经那个本子经本那个苏超那个本子是我供养老师的啊，那是线装书啊，那一套本子非常好啊，我供养他也一套书，请他讲华严经啊。那么他也曾经说过，他说我一定把华严经讲圆满，再讲一部阿弥陀经我就往生了。我听了很欢喜啊，有这个同学到这个台北来找我，他说老师在讲经的时候说过了，他要华严经讲圆满，再讲一个弥陀经才往生，问我大概老师能住持多久。那么我算一算他讲经的这个进度啊，他讲了多少年呢，一年讲多少我大概知道，我算了一算呢，他应当要活130岁他的这个经才能讲完了，是啊，我说早了，老师要活130岁才能往生啊，要不然他讲不完。那最后不晓得是什么因缘啊，没讲完呢他就走了啊，他经没讲完，讲了一半没讲完啊，他要通通讲完应该要到130岁。
当然，老师不是说假话，这个里面呢，必定是另有原因呢。我不在台中，我也不愿意打听这些事情。啊，只是在老师晚年的时候，我来看过几次。啊，我是从国外回来之后，我一定要来看看他。啊，那么他有三次饮食中毒。啊，这是人家供养他，用这个他喜欢吃面面食，啊，大概面，那个面可能是那个干的那个面条，干的这个面条都有防腐剂，啊，可能时间再放久了，那个味道就不对了。那么做的人不小心，那这个就供养。那么老师吃东西是很小心谨慎的，他闻那个味道他就晓得不对了，啊，不对，他很慈悲。你看人家热心供养，他一定要当面吃给人家看，让人家生欢喜心。他是这么个个性，吃了之后他就觉得不对，啊，他的医道很高明，所以他就用解药。所以第一次饮食中毒啊，他用解药啊很有效，啊，那个毒啊解掉了。那么过几个月又碰到一次，这个第二次吃的时候，他用解药的时候来不及了，这个毒扩散的太厉害了。所以病了三个多月，他每一次，我每一次见他就告第一句话的，这东西要小心，绝对不要上馆子里吃啊！啊，他跟我讲了十几遍，我记得很清楚，绝对不要到馆子吃东西，啊，吃东西要小心谨慎，啊。所以到第三次，这个毒就深，他体力已经很弱了，啊，已经没有什么抵抗。这个是缘，这不是真正的因。真正必定是另有原因，啊，这个只是增上缘而已，啊，必定是另有原因，啊，所以这是这个如来的口业呢，就是说法立身，啊，李老师一生讲经说法，所以我们希望他多讲几部经呢，把它留住，啊，结果还是没能留住。啊，他97岁往生呢，也算不错了。在台中住了38年，啊，没有像释迦牟尼佛呢说法49年，这是啊，这少住了几年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啊。如来微妙声啊，凡响闻十方啊，所以我们自己身心清净啊。如教修行就能得感应。底下一段呢是或者庄严心业功德成就。或前面身口意，这个心就是意。三业功德成就。既言同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无分别者无分别心故，这个心就清净。佛的心真心，真心立念，没有妄念。凡是有念头啊，那个心就不是真心，就是妄心。真心里头没有念头，没有妄念。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真心要现前了，就是你这个妄念没有了，烦恼没有了，妄念没有了，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只要你心能够达到清净平等，那么你最低限度呢，是圆教初住菩萨，就是发身大士。你超过了摩罗汉，超过辟支佛，超过全教菩萨，啊，那就是入了法身大士。无量寿经在经体上就把这个修学的标准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的修学标准呢是清净平等觉，啊，
用什么方法修行呢？老实念佛。只要你肯老实念佛，你就能达到这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那个往生的确是得大自在了。的确得大自在。实在讲，自在往生呢，不需要那么高的标准。功夫成片里面呢，也有三杯九品。上三品的功夫成片的功夫，就可以自在往生。在这个世间想住多少年都可以做到。随时想走，随时就走得了。所以像李老师这样的功夫，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果讲呢，这个得清净心呢，那就不容易，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功夫成片，上乘上品的这个功夫成片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自在往来，对我们来讲不是难事情。只要你真正肯干，你对于这个净土三经或者净土五经的道理通达明白，方法能够正确的运用，你就可以做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